北京能给人留下印象的饮食就是烤鸭、烤肉，还有涮肉。聚宝源呢，在牛街肯定是涮肉的老大了，每天都在排队等座的聚宝源。每天都人来人往的，横都是聚宝源。这也是聚宝源的老板新开的一个马边的铜锅涮肉，现在比较火，也是牛街比较火的涮肉店之一。在牛街南口这儿啊，沙拉胡同往前一点，往南一点，还有一家这个时间开的也挺长的，啊，星月轩，原来叫连客轩，现在叫星月轩涮肉。咱们到这儿尝尝到这儿。小锅挺地的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小锅，省得大伙儿一锅里搅。哎，要找一，要清汤锅吗？对，清汤锅，清汤锅。小料都要麻酱吗？小料麻酱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自己来。麻酱。哎，你给来点韭菜花跟那个酱肉。单拿，嗯。咱要四个清汤锅，四个麻酱。四个麻酱。现炸辣椒油糖蒜需要吗？要要。糖蒜来两份，来两份。好的，我这配蒜，嗯，里边有虾仁、姜片、香菇、枣、枸杞、葱姜。小料搁好，锅也开了。这四种都是什么？这四种。牛上脑，这是上脑是吧？对，牛上脑手切，手切金钱剑，羊上脑，这是金钱剑是吧？对，这呢？羊上脑，羊上脑，这是先切是吧？对，一大要了一个蔬菜的拼盘，有茼蒿、生菜、豆芽、菠菜，要了一个菌类的拼盘，有金针菇，有木耳。香菇，鸡腿菇吧，这个好像是。虾丸也上来了，鲜百叶。他说：“不是不叫炸窝豆片，臭豆腐。嗯”